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我江哥，今天来介绍这台萨巴越野车，瞧瞧这四颗超大轮胎。哎，等等等，不会吧？居然不会爆胎？哇，有防弹效果吗？碎了碎了，哎，破了啦！我以为它防弹呢，这个嘞。也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。来，走，我们去试车一下。这台车应该是可以坐四个人吧，后面再可以坐两个人，我猜的。哦哦，它车子轮胎会叫起来，会翘孤轮呢。等等等等，我要想办法压车过去。哦哦哦哦 ！Look out, man! Look out！ 不好爬上去呢。喂，卡住，尴尬了。按地震层里面。哇，好大哦！超大的欸，原厂刹车来加一点点啊，什么副色调防撞感，多一条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后面留什么也是多一条防撞感，引擎才加一点点啊，排气管好像有其他的选择的样子，这货车的，哦，它颜两个颜色不一样，这个好，所以它还有挡泥板就对了。油箱护罩哦，所以它还有吊钩啊。我们瞧瞧涂装，哇，它有迷彩色哦。哇，自然保护区耶，哎，这个不错哦。北站几何，大型数码，哇，太缤纷了吧，这个。圣托卡普拉钱币，钱多多。哦，我们来选一个奇葩颜色，咱们看看可以把它改成其他颜色啊。哎，豹纹啊，豹纹啊，色调是什么？黑色的吗？哦，不是哦，旁边的旁边的铆钉子啊，哦，这边可以放小架子，架子还可以做涂装哦。屋顶面板是什么？哦，上面这一块可以做，做不一样的颜色哦，黑色就好了。旁边。单一油桶，单一燃料桶，这个会爆吧？这个成对成对，红色好了，为什么？通风面板。
哦，加了还不到三格，哇，呵呵，马上加一格，这好厉害哦。所以它本身就有防爆轮胎，难怪它不会爆。那我给它换个红色烧胎好了。哦，它颜色只有旁边侧边的玻璃才有变色，那用黑色好了。这样我看看哦，这颜色不够奇葩，换一下，换一下涂装颜色好了。颜色，颜色很好笑啊，好难犹豫哦，要选哪一个呢？啊，就这个吧，奇葩的颜色。哇，去吧！哇哇，好疗愈哦！哇，竟然踩过去了！我听说这台车可以潜水，那就潜水一下。哇哇，居然会弹起来！来，我们试试看，到底怎么会潜水啊？哦啊，直接开到海上去了！哦，开不回去了。Oh no！感觉他到海上要很久啊，啊，终于上岸了，这也太慢了吧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来实测一下那个，这个会爆，油桶会爆吗？这个不会，它不会燃烧起来，不会爆啊！我看看，炸翻了！回来，给我回来！两颗嘞！啊啊啊！受不了！哦，爆了啦！四颗就爆了。哦，我们的可爱小车车就要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不喜欢呢也帮我按个赞吧，帮我多多分享一下咯，先这样，拜拜。